好，跟住到下一套啦，呢套我都系唔知讲乜嘢。其实我觉得今季真系好多咧，受进击啲巨人嘅影响咧，全线动画全部系唔知暗乜鬼。唔系啊，呢样嘢咧，其实好几季之前系咁样噶啦，唔系今而家开始噶。其实你境界未到啫，系嘛？点会咧？我系嗰20% 嘅人嚟噶嘛？喺巨人就话20% 啫，喺呢套入边你系嗰80% 啊。好，跟住要讲嗰套咧。亂步奇談嗱，好老實講，我睇偵探作品，我自認真係少嘅。好老實講，即係佢呢一類咧，係好有嗰種咧，係睇福爾摩斯嗰種咧，我一睇就知邊個係兇手嗰種咁嘅套路嘅。嗰唔係福爾摩斯，嗰個叫名偵探柯南，唔係東京雙殺嚟嘅咩？我諗。其實佢一直係成個亂步奇談，其實圍繞住嘅就係、是怪人二十面相啦，呢、這、一個嘅。主軸啦，現象係咪叫現象好啲咧？或者程式啦，真係個程式就算啦。即係佢依度其實個嗱，我哋依啲直奔主題，因為佢裏面中當中嘅案件實在太零碎啦，所以係要直奔主題，就係話啊呢一、這個名字其實就一直係為咗就係、是阻止呢一個怪人二十面上嘅現象，而去成為偵探去阻止所有二十面上嘅事件發生嘅。嗯，但問題二十面相所謂呢個程式原來就是當年佢同佢嘅朋友一齊整出嚟嘅係，所以佢覺得佢有責任去 stop 呢個程式係。係啦，但係咧，即係嗱，當然其實佢講嗰件事其實係好簡單嘅啫，蝴蝶效應。即係佢嗰個程式就係話咩咧？點樣令到個蝴蝶效應可以產生由 A 結果產生成 B 結果，或者佢哋最終想結咗結果？即係佢哋個程式就係咩咧？我想要依個結果。咁人哋輸入咗入去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你應該要做啲乜嘢，就會產生咗呢個結果噶啦。咁熟嘅呢、這個程式，好似喺動物作嗰度喎。依啲咪語言，純粹語言系統啫嘛，其實係。咁然後跟住佢，即係佢要做嘅嘢係咩咧？其實呢個故事就其實啊，二十面相即係啊明智嘅朋友明智嘅好友啦。其實就係為咗阻止就係呢個社會嘅黑暗，即係依不公嘅事。我唔覺喎，但係咧，其實咧個二十面相得出嚟嗰個結果咧係錯曬嘅。二十面相得出嚟嗰句就係咩咧？全世界嘅人可以濫用私刑。咪話個戴曬面具啊，佢犯罪啊嘛，咁 psychopath 指數咯，係我收翻隻戴。咪就係 psychopath 嗰樣嘢啫嘛，戴咗面具，佢就係講其實都係嗰個義啫嘛。戴咗面具之後，我就係怪人二十面相，我代表嘅就係正義。而家我要嚼你，係天珠。我是代表正義，我是代表這個社會的弱勢，向這個不公義作出反擊。其實是代表這個意義，他根本上是沒有做到那個行為，就是阻止惡勢力，阻止了什麼惡勢力啊？其實是他們被惡勢力是最大惡勢力，他的不是他是加劇了個情況，有人可以濫用大義啊。所以其實這個程式沒錯啊，明智你說得很對啊，是真的很有問題啊。你們寫了什麼程式出來啊？他們兩個寫什麼程式出來？所以而家明智咪 stop 佢咯，就係要，所以仲係講咯，就係要，咁冇嘢啊，我覺得 OK 喎。咁你見到情況之後，發覺 stop 係好正常㗎，但係冇，所以我覺得話，明智就係發覺咗佢哋咩咧？佢哋亂咁寫咗啲嘢，有條友信以為真。狼月，但問題好奇怪喎，唔係我睇唔明個一部電腦程式點温啦，不過算啦 ，OK， 你話曬事啦。跟住前期佢就話呢個浪月朋友以前係自焚死咗嘅，我唔知依家有冇事啦，發出嚟啦就係。即係佢講到係叫做經過計劃嘅即假死，咁然跟住佢就可以背後控制呢樣嘢啦。佢點控制啫？呢個程式唔係自己温嘅咩？唔使控制嘅喎，其實佢只撳翻 Enter 掣之後自己温嗰嘢係唔使理佢嗰嘢係。咁真係唔知道其實呢樣嘢，即係佢呢套嘢係唔又係咩噶嘛？呢套嘢係。你唔好問解釋啦，總之件事就係咁樣啦。你咬我食啊 ？O K 啫。哇，佢真係咁樣噶，佢完全係擺住呢個態度同你講嘢噶喎，佢係。我係兇手，點啊？你係兇手咯，點樣冇嘢咁兇手咯？係因為啦，唔使諗嘅呢啲嘢真係，即係每一集都係咁啦，真係。即係嗰個事件其實就係、是，其實你見到就係咩咧？成你知道見到呢套嘢裏面係成班一班怪人，係怪人嘅思維模式冇啦。嗱，依度有咩怪人呢？怪人一號首先就係佢個 friend 啦，佢係首席怪人啦，佢就係諗住解決社會不公義嘅事啦。但係佢根本上佢個程式導出嚟嗰樣嘢，又講到依條友幾咁聰明，
呢啲咪讀屎片咯，純正嘅。冇啊，讀書成績好叻啊，寫 program 好叻啊，但係你嘅邏輯係好有問題嘅，其實係佢做出嚟嗰件事件。一睇出嚟就知道你係冇解決過社會嘅任何事件，你係加劇咗社會，衍生咗新嘅社會問題。因為佢開頭如果係俾同班同學欺負咁啊，咁 OK， 實情實嚟整班同學咯，又唔係喎，即係之後佢班欺負嗰班人係好似冇事發生過，唔係有死曬㗎啦，佢用呢個程式整死曬佢哋嘅事行嘅時候，整壞死阿爸媽好似係咯，咁冇噶，咁校園欺凌事件冇停止過啊，都仲有啊，你見到仲喺度。佢想創造一股叫做抑制力嘅嘢。但係呢股抑制力同時間係衍生咗就係濫用抑制力嘅嘢，而呢個濫用係導致社會其實最後都呢、這個尤其是叫做《亂舞奇男》呢度裏面佢講咗，最後係令到社會更加混亂㗎。佢係亂上加亂，而佢想要去 fix 嘅嘢，佢最後我講到話，但係唔可以否認就係、是真係呢啲事件係減少咗嘅，即係叫做咩呢，佢係掘咗個佢係。掘一個更大嘅坑，令到嗰、那個，令到就係原本嗰個坑睇落去唔係好大啫。唔屌啊！同樣嚟講，即係你見所有北極好正常噶，犯罪我殺你，但呢個力量只係喺少數人身上啫嘛。係，如果你見到社會係越趨越平衡，咁呢個邏輯合理嘅。第一條喎，即係我係大面具，我係二十面相，你大面，你係二十面相，隔離嗰都係二十面相嘅時候，個都係嘅話，咁冇嘢嘅喎，好似就係、是吉祥明咁咯，即係打一班猴子亂咁嚟咯，就喺度。你表達到一個正一班正常人抗衰緊控制呢個社會嗰個美好咯，你睇唔到嘅你。唔好話抗唔抗衰，就係、是、佢，但係呢個主題其實都唔係講呢件事，就係佢想去阻止嗰件事，但係最終你老實講話，如果你真係阻止到嘅，你衍生啲其他問題 ，OK， 我當係冇事，因為你嘅主旨係 fix 呢件事，唔係嗰件事。嗯。即係你係要 fix A， 唔係要 fix B、嗯。B 出事係唔關你事嘅。即係我再導入個程式就 fix B， 到時再唔再會影響 A 係另一個回事又係。但係而家你係 A 嗰件事你係冇 fix 過啊嘛，你要係抑壓住。你既然講到係個抑壓嗰樣嘢，其實係咩呢？只不過係話哦，因為啲人咧就怕自己成為二十面上嘅目標，所以咧就唔敢做壞事啦。即係就驚人，就驚咩咧？佢就驚我欺負嗰條友突然之間變成二十面相之後咧，戴咗個面具之後，佢就覺得自己好型啦。咁其實呢件事係唔關二十面相事，呢、這個事其實講緊社會整體提升嘅問題嚟嘅噃。唔關事啊！我欺負你之後打面具，我得二十面相嚟㗎，打得兄弟嚟㗎，你唔係打我啊嘛？咁冇意思喎、啊，大佬。所以即件事其實係最終得出嚟之後，呢度首先怪人一號你講嘅理念係成立唔到啦。然後跟住怪人二號係邊個呢？小林。佢即係佢嗰個定義就係咩呢？佢係企住喺一個就係話啊，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冇乜趣味㗎啦。哇死人啦、啊、幾得意喎，好少見喎、啊、查案啦、啊、喂 ,ok 喎、啊、我做學生又可以查案，幾得意喎。唔使返學啊嘛，幾好呢嘢、yeah, 啊佢返學嘅佢唔好意思。嗰、那個叫好奇心殺死貓啦，純粹係你話。即係佢個好奇心就係話咩呢，最後佢嘅好奇心就係話哦，佢又覺得佢好認同怪人 A， 佢怪人首席喎、啊。咁然後跟住又話我又要幫你咯喎，然後跟住哦我就係要死啦，跟住話俾世人聽就係佢嘅死可以話俾世人啲乜嘢呢，係真係唔知道㗎喎，佢就係話聽話即係話俾名字係拯救唔曬所有人，但係怪對怪人二十面相呢樣嘢就係代表乜嘢呢，冇㗎，即係死咗條友咗喎，仲要係亂入自己送我信嗰個志願者又話冇嘢呀，幾好啊。怪人三號就係其實係阿明智啦，其實係唔係明智阿黑蜥蜴呀，其實係下一個搵得家務啫，但係呢條友其實已經算係呢個故事裏面最統一，佢最統一嘅角色，因為佢係癲嘅，癲得夠雲幾好，係啊，就是、因為癲得夠雲巡，所以你覺得就話呢條友癲係情有可原嘅。唔係你咁講呢，影男先係最正常嗰人嚟㗎，話俾你聽，成多嘢最正常嗰係影男，話俾你聽，影男都係唔正常㗎，影男佢初出到嗰陣時，佢目標係咩啊？佢要守護全世界所有嘅幼女嘅幸福啊！哇，喂，正常咯。咁佢而家佢跟住守護嘅係咩啊？明智、小林，喂，呢兩條友唔係女嚟嘅噃？唔係啊，你救咗兩條友，再解救二十面上嘅危機，二十面上唔喺度嘅，邊幼女就話好安全嘅，知唔知啊？佢好鬼頭博愛，諗到。喂，如果係咁樣嘅話，佢應該係幫嘅喎。啲幼女成日都係就係喺啲法律涵蓋唔到嘅範圍裏面受到虐待啊嘛！你明啦，
佢係要佢幫幼女，唔係其他人幫幼女，知唔知啊？佢去幫住曬幼女啊！你搞錯曬。咦？你有道理喎、啊、呢樣嘢，我覺得。你搞得咁偉大，以後佢冇用嘢撈咯，唔可以救啲幼女咯，佢唔可以立功咯，知唔知啊？有說服力啊！突然之間，你睇唔到啦，呢20% 睇唔到啦，呢20% 我睇唔透啦。我唔係拯救幼女個精英嗰20%，因為都話你係嗰80% 啊。我喺呢方面啫，咁我慶幸嘅。咁然後跟住你話。嗱，當然呢度裏面嘅正常人，我哋不得不提阿班長啦，阿羽柴少爺啦。咁當然，佢嘅正常在於就係邏輯思維嘅正常啦。佢嘅性取向嘅嘢，日後會唔會改變呢樣嘢，我哋唔清楚啦。我覺得咁危險，有冇第二季都好難講呢套嘢。冇咯，我覺得佢喂咩？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套嘢咧，打住個標旗係咩啊嘛？江户川亂步。50周年末紀念作是慶祝他死的，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是慶祝他死了50周年的。即是我覺得其實你是慶祝是紀念江戶川亂步50周年的嘛，但是他那裡是江戶川亂步末什麼50周年的，我記得不是，即是中文來說就是江戶川亂步逝世50周年紀念作吧，你明白嗎？就紀念他死了50年，終於死了。你不要咬這些字實我知道，我說一下笑而已，這個位置都是。即是不是我們不說真的話，幸好你死了，我就可以亂改你劇本了，知不知道啊？哈哈哈，這樣咯，明白嗎？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看下去，現在暫時應該看下去就是整套作品裡面有馬可能會清楚一點，究竟有什麼江戶川亂步的元素在裡面呢？我看江戶川亂步的作品就是個名字，真的好事，他的角色名字登翻底內容完全無人拉更嘅係，所以我係唔知道就係、是，跟住呢套嘢究竟真係嗱，呢套唔係即係有一個寫金融群合傳，有段譽，跟住有位小波扎卡嘅人喺度，但故事可能原創嘅佢係都叫紀念金融風波50周年一檔嘅，得唔得？嗯，所以就暫時嚟講，你話我睇套嘢睇到落去，咁即係睇套嘢裏面整套個故事個脈絡，俾我出嚟就係話。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嘢，其實你講嗰個現象，你又解決唔到嗰個現象，即係而家呢動畫係好興就係咩咧？拎一個好深嘅主題出嚟，或者社會現象出嚟，但係你係解決唔到，你應該你冇一套理論支持你自己，去覺得話呢套理論咁樣咧就有機會可能性去 fix 到件事啦。然後跟住你會自打嘴巴個，其實咧我呢個想法咧都係 fix 唔到嘅，我知嘅。睇動畫輕鬆啲啦，唔好諗咁多嘢。但你要我諗過大佬呢套嘢。即是你抛得个书包出嚟，你就要自己接返㗎喇个书包。跟住你唔好话俾你听话抛书包系个动作嚟㗎啫。抛出嚟唔如系接得返啫嘛。咁嘅话你不如唔好讲啦。即係老实讲我睇呢啲呀，点解其实而家你呢一年尤其是近呢一两年呢，好多所谓叫做咩呢救赎返呢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呢？佢睇嗰啲我可以唔用脑。因為嗰套嘢一早話俾你咩？我係唔需要用腦㗎嘛。你呢啲就係咩？你要我用腦之後俾我睇到咩呀？原來你是個腦殘囉。笑咩笑，你咩好腦殘。咪簡單嚟講呢一啲動畫就係咩呀？佢搞到好似我深度好似好有腦咁樣，琴日落搭之後就發覺喂原來我係腦殘嚟㗎。喂你唔怪得我啊，表面上靚仔啲啫。好似有思考性劇本，好有前瞻性喎，睇之後。妖又是老闆，我沒有說到明自己是一個很有深度，我只是看很有深度的人啫。不是，即是你不可以好像去了蘭桂坊幾條女之後去了翠華發覺喂我沒有騙你過我的樣子，我變了妝戴了面具，我不是這樣的嘛，看落燈光的問題來的啫，這些只是這樣啫。其實看完之後發覺上鬼爛翻都不好爛啫，是不是這樣呢？直頭好添，我覺得看下去就是這套東西就是都是那句九唔搭八，想到個主題即之後一起身啊睇到報紙，咦 ？OK 喎、啊，然後跟住話做咯，點做啊？點知啫？又攞資金先，整個委員會先，跟住時代劇本成日吹啦，真係係啦，唔係跟住話，喂點攞資金啊？啊，江戶川亂步啱啱死咗50年啦，去嗰邊刮錢咯。我唔知係咪咁樣講笑啫，但係而家你睇落去就我覺得好難怪我咁樣去諗嘅，其實你。幾好啊！我有一個12集嘅動畫，幾好啦、啊、！Yes， 咁就可以呃到12集，咁又唔知道自己睇咗啲乜嘢，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唉，我覺得
光陰真係虛耗嘅，拎嚟係咪好深咧？呢個嘢，即人生就係咁樣噶啦，就係俾依啲咁嘅腦殘虛耗咗你嘅人生。話你咪好多無傷，幫你仿識咩爛片，等你慳翻時間啊嘛，就係、是。我覺得真係真要製造個 bad list 出嚟咧。今季千祈不要睇啲咩動畫真係。係，真係要我覺得嚇，好必須呢啲嘢真係。即係睇完之後，係睇完之後你覺得就係你做咗啲咩嚟啊？我真係唔知做咗啲咩嚟喎！我呢幾個鐘就好似雲遊太虛咁樣，我忽然間好似睇到社會嘅真理，但係我又摸不著究竟點樣去解決呢件事。哇！真係好高啊！呢個境界禪嚟嘅呢啲真係。好，呢一套我哋去到呢度，咁我哋去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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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